珠光跟豆丁不知道选哪个，啊，豆丁不会错吧？好音乐。就算你是玩法师，你攻速快，启动快，尤其现在的法师又有点，又是拉克斯这种恶心别人的，启动快让别人动不了啊，感觉比珠光强。力量。我进爪有个问题啊，就像刚刚那样的命定局，如果是像那样的命定局，你就死了，你就走投无路了。刚才一堆人在卷命定，啊，玩进爪那个人就死了，牙灵再拿三张，他进爪不肯删。这首歌是谁唱的？罗传奇，镜爪，怎么那么多人的命定啊？浪漫是你，假设有留空格膜的话，搞不好是这个。舒服，盲骰盲骰，多用十年来代替。我只能永远哭着对白，我给你的伤害，啊嘣！我已不在。来哒哒哒哒哒哒
超高的。哇，去哪？感觉这边升等会急了，感觉不急，我只有一只伊菲尔。暴晒在一旁的切莫怎么会有避险基金跟新人入队不拿吗？打后期啊，不是打后期，他是送头。无聊我听你当作我已不在，这我给你的伤害不了我，我已不在，双眼看着空白，我的期待不完了，原来很快就离开。挂一下，四只五飞二，也就四只五飞二被打烂了，那么夸张？谁呀？以前我卡大师是因为少了你这个美妙的歌喉吗？我觉得是哦。你这个人有开瘾啊！Oh no！ 你有开瘾就有开瘾啊！别来我家。你干嘛？你要靠赛别来我家呀，哥们！哎，你求这儿！又有高手，但共犯才是真的高手。我们是共犯。被骗，我很好骗。骗个谁？又掏心掏肺，我到。渴望被骗哦，你会喝啊？六，连胜转连败怎么样？也可以。
六，刚好是这个准帧。我很好骗，几滴眼泪。输一只，输一只，输一只，不行。为什么要转连麦？拿上线吗？对啊。主要是我刚那版面也不强了。变成死穴。孤单侵略，随便个谁。都在和我欺骗。我很好骗，听几次都很好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两家净爽，你从桃园新竹。会加醋吗？不加，六就刚好，六转针就刚好。会加注五彩吧？你想直接去九五？身边的直接
变得只有我。开始的话，一起爱这就是为什么要由胜转败，你输要输的有价值嘛？啊，六败五十成就有好东西了。血量是哪来花的呀？我花六十血买的整版变二清。飞升。Would you tie? Oh baby, don't cry.
欢迎你，欢迎。鸡。小妹推荐怎么回事？都是草莓那回事。字面上的意思多。长一点，要开到几点？直接把打完了。大家可以挂飞升吗？霸气儿跟无敌，飞机就留着吧。光 IE 大于光破甲吗？对啊，有人在追自备残吗？
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欸，孙武飞是谁？阿奇尔。然后，会不会也想？也可以拿这个。悲声。
放力删除了，删除就是避免一切意外，让这场游戏没有任何意外。有时候会有意外。哦，离线，好痛。八鬼。痛的八鬼，阿奎人挡得住吗？就比他痛了。蓝色鬼只能触发一次啊，你不会有无限之鬼，只有五分有触发没触发。而且故意不拿嘛，没用啊。耶，完美五连胜转六连败，啪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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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